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，我爱的人不爱我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厌世甜点店，我是南南口。众所周知吼，南南口在南港哦，一天到晚在那边做甜点，或者是拍教学影片，真的是越做越边缘，没有好姻缘。哦，单压哦，七步成诗，真是煮豆燃豆萁啊！豆在里面。如果要拓展我的人际关系呢，要想这个方法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企划呢，又找了两个妈妈级的 YouTuber。第一个就是我们合作过的，已经从人妻晋升为人母的好味营养食品轩。第二个 YouTuber 是在他们自己的频道也热爱分享一些手作的绝代双 Q。今天南南口呢要分享的三道甜点呢，我们就是请这两位妈妈级的 YouTuber 怎么样？任选一道，看可不可以透过南南口食谱做出跟南南口一样的美味甜点，或者是超越。我把这个食谱给他们参考，他认同我的手艺之后呢，因为他反正都结婚都生小孩了，所以他们身边一定有很多房间的单身汉啊，所以他没办法下手，他只可远观不可亵玩。那亵玩这件事就交给南南口来处理。今天的甜点教学呢，南南口用到的主要材料呢，就是我们老朋友益美生机的甜心草莓，非常适合拿来做烘焙，因为我们之前已经用它来做出一个脍炙人口，而且街头巷尾都知道的甜心草莓司康。事不宜迟，我们马上呢用今天的益美生机甜心草莓制作第一道甜点，也就是棉花糖奶香草莓干。棉花糖奶香草莓干的做法呢非常的简单，我们先用不粘锅，然后下奶油，做法有点像牛轧糖啊。全程呢用中小火哦，先把这个奶油先融化，我们就会下第二个材料。棉花糖下去之后啊，你就不断搅拌到它完全就是看不到棉花糖的颗粒，变成滑顺状态的，就加入奶粉、盐巴跟香草籽酱，然后就可以关火，把它继续再拌到滑顺的状态。史莱姆，真的没办法啊，它就是真的很像史莱姆，看不到奶粉，看不到盐巴，整个很滑顺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它起锅。铺一下烘焙纸，防止粘黏。哇、哦，倒下来就好，不要乱发出声音。它现在热热的哈，就不要去动它，你就是要把它铺平哦，让它慢慢降温，降到大概跟你的这个体温一样哈，35度左右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拿起来塑形哈，它是可以很轻易这样拉开。那我们选用的这个益美生机甜心草莓，你可以看到这个草莓哈，又大又圆。你看这个拉面又大又圆。直接把它包进来这个棉花糖里面，那因为它有可塑性，所以你就是慢慢把比较厚的地方你把它推开，我就把它包起来，趁它有热度的时候，蹭一下热度，对，大家可以做8到10颗，趁这个棉花糖还有点温温的时候呢，我们把它铺上了这外面的装饰啊。这外面装饰呢，其实做法很简单，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甜心草莓啊，大力的把它化为鸡粉。吃到整颗草莓，外面也有这个草莓粉哦，就这个口感。那当然它的比例是要加一点奶粉啊，直接去滚它，尽量滚到它就是都有草莓粉在上面。如果你发现呢，你已经棉花糖变硬变干了，所以你的粉不容易附着，你可以稍微用点水哈，这样它就更容易粘黏这样子。均匀的裹上粉之后呢，就完成今天这一道棉花糖奶香草莓干。别忘了我们还有两道哦。好的，切开的时候啊，真的觉得这个是很完整的一个薄面图，保留了草莓原本的这个形状，所以很适合拿来做这样的甜品。很润少女，好甜。你在咀嚼的过程当中啊，草莓果干一直慢慢的在跟外层这个棉花糖融合，而且保留棉花糖跟这个奶粉的结合，有乳奶香的哦。而且吃得到整个草莓的口感，真的是无可比拟。而且由于独特太空食品的冷冻真空干燥技术，就保留了90%的风味跟营养，比一般干燥或油炸的方式呢要天然好很多。好，那我们就是试完，马上进行下一道甜品的制作。第二道就是开始进入有一点这个难度的啦，但呢，我觉得它这样的搭配呢非常的精妙，来做这一道草莓巴斯克乳酪蛋糕。巴斯克乳酪蛋糕呢需要一个底啊，好，那个底我们会做一点比较不一样的变化。首先呢，先把这无盐奶油隔水加热，在饼干底里面加入另外一个秘密武器，就是今天的主角啦，甜心草莓。包了棉花糖的时候不是可以完整保留形状吗？但是只要你吃力得当，它还是可以就是简单的这样化为鸡粉。哇，用手去把它揉碎，有一个很大的特色，就是你可以保留一点点口感，它不会完全是糊啊。你看，哦，这是大力金刚指哎，这是所有东西在我手上，你看直接粉碎，所以这就是今天的特色。我们让这个巴斯克乳酪蛋糕呢，连底我都带一点草莓的味道。稍微搅拌一下呢，我们就把奶油给它倒下去，
把它拌匀。我要的是这个状态，然后保留一点草莓果干的这个口感跟颗粒，吃起来就是会不一样。准备一个铺好烘焙纸的这个洋吉摩饼干倒下去。哇，光是这个色泽看着就食欲大开。那我们压好呢，一样哦，就是拿去烤箱160度烤15分钟，常温放一下，让它成型备用。好，奶油乳酪软化呢，我们直接把这个砂糖给它下下去。那这个砂糖量会有点多哈，为什么？等一下会跟大家讲。我们就最慢速哦，把它拌开拌匀，这样就好了。准备3颗全蛋啊，在拌匀之前呢，我们就直接先下香草纸酱。有叶片还是不能太放纵，把它打散。全蛋液啊，我们就分两次给它下下去。好，第一次也呼吁，一样哦，全身都慢速。80克乳酪蛋糕就是这样，全身慢速，然后把东西全部倒下去。第二次全蛋液，动作好多余。接下来增添奶味，另外一个秘密武器就是我们的鲜奶油啊，这个时期就不用分次了，因为它分量没有很多，就去转。接下来呢是酸奶油，如果你买不到酸奶油呢，用无糖优格也可以。继续。好，那这个还是要尽一下甜点吃的专业，提醒一下大家一些事情，就是我们做这个乳酪蛋糕全程都是低速，你千万不要无聊就想说，用高速比较快啊，可能会有油水分离的状况，还是要点时间呐、有时候慢慢来比较快，而且世界愈快，心则慢。你不要抢我的台词，你是一直拖着吗？世界愈快，你到底想要怎样心则慢。我心脏停止。你是在心脏暴击吗？我们真的，我们下次的厂商需要有这个 AED 心外的电战器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柠檬汁加一点点。那刚才那个我说，为什么这道食谱的这个糖会比较多？因为甜心草莓它就完整保留它本身草莓的酸度嘛，所以我们用一点糖去再把它拉上来，所以砂糖的比例会高一点点，但是一点点，我不要因为多那个10克20克就在那底下就一片哀嚎，不要甜死，不会好不好？接下来呢，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草莓果酱。它很好跟这个乳酪融合。好，第二个它还是会带一点微微这个果酱的香味跟风味啦，但我们用的比例一样都是很少，不要去抢了那个乳酪本身的风采。最后两个材料可以起下一个就是低筋面粉，第二个呢一样是我们的甜心草莓，就把它变成另外一个材料把它加进去。那加的方式跟刚刚我们做这个饼干底一样，用你的大力金刚纸。哇，怎么可以这么好用啊？这感觉很舒压。对哦，生活不顺你就把它捏爆，对另一半不爽，汇钱都不还啊，现在还在跟汇。有啊，交不到男朋友。哇，好舒服哦。那一样呢，我们用最慢速再打。完成到现在这个阶段呢，别忘了我们一开始有做一个饼干底，给它拿出来。我们入模之后啊，稍微震一下，我们就可以来做烤箱烤。80克呢，它上面会有一个标志性的烧焦的状态，它需要呢温度200烤40分钟。如果你发现上色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漂亮，没有那么黑，你就把它再调成220度，我再加烤了4到5分钟，让它上面呢呈现烧焦的状态，就完成今天这一道用甜心草莓做的草莓80克乳酪蛋糕。烤出的这个焦香酥脆的这一层呢，其实它的分层是非常明显哦。而且在烘烤当中，你其实可以闻得到草莓的香气哦，这不是盖的啦。很有层次，而且我一直耳提面命讲那个砂糖的比例，跟我们今天用的这个甜心草莓的比例，我真的觉得本人是抓的这个刚刚好。在乳酪味道当下，你会吃得到草莓一点点这种颗粒这种口感，然后后面的余韵就散发出草莓的香气，好，就是奶香很重。那因为我们今天又加了这个甜心草莓，哈，到微微的酸味在后面继续跟乳酪跳舞那种感觉，后面会有饼干底的咸度，好，就呈现了多种的风味，会比一般原味的80克乳酪蛋糕多一个口味跟层次啊。尤其甜心草莓有4大特色，后面有人工香料，也没有人工香精，也没有甜味剂，也没有防腐剂。好，光这4个其实就是安心的食用，不论是整个吃还是拿来做甜品，都非常的适合。好，那继续呢，我们的着手准备第3道甜点哦，就是饼干。那雪球饼干的做法其实也不困难，无盐奶油直接用这个搅拌器慢速把它打到发白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把糖粉下下去，直接一次全下就好了。好，最后一道了，真的不要客气了哈，我们赶着去吃饭。赶下班了啦。
搅拌到看不见糖粉呢，就可以继续往下做。我们这道草莓雪球饼干呢，酥脆的原因有两个，第一个就是我们没有加蛋，它没有加蛋本身就会带点酥脆的口感，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加了蛮多分量的杏仁粉，那杏仁粉用一般的就好了，又不是做马卡龙，直接把杏仁粉呢下下去。好，锅上还有的低筋面粉也是一次性的给它下下来。接下来一样呢，我们的这个香草纸酱给它下一点，没了，用完了，要再叫新的了，一瓶3600多。打开搅拌器之前呢，先用手动的方式哈，让它粘黏，低速，前期呢好像拌不太开哦，就不用紧张。那在搅拌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面糊已经开始可以成团了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就把今天的这个甜心草莓给它加下去。那我们今天算是呢，活用了甜心草莓的各样的这个样貌。第一道就是用到整颗，好，第二个用到粗颗粒的这个粉末，第三个我们今天草莓雪球饼干用到就是这种很细很细的粉末。我们就用铁锤啊，把它敲爆，就可以产生出这样的草莓粉。这几把给它倒进去，刨点柠檬皮，让这个雪球饼干吃起来呢更有这个层次哦。好，我们剩下的一点锅边的那个面糊，我们就是用刮棒把它刮下来，然后再施点力，好让它成团，好像这样子。而且这个颜色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哦。然后你拿起来给大家看，你看，你还是可以吃得到一点点草莓的颗粒，捏成圆球啦，做珍珠那种感觉。那一个建议呢，不要超过8公克，就大概6到7太大颗，中间会有可能烤不熟的状况。揉成圆形啊，我们就可以马上进烤箱烤，170度哈，烤16到18分钟，放凉。我们还要再铺上最后的装饰哈，就是草莓粉跟糖粉的混合，然后均匀裹上这样子，草莓雪球饼干呢就完成喽。再来试试雪球饼干，一咬下去啊，那个草莓干的那个酸甜滋味直接爆上来。那它搭配整个饼干的本身的酥脆程度，而且我们里面的饼干别忘了也有加上草莓果干，好，所以它整个草莓味道其实是非常浓烈，有一种酥脆的感觉，而且真的适合小朋友一口一口这样吃，就做出来其实是我个人是还蛮满意的。好，今天呢，阿公甜心草莓的制作三道呢，非常容易而且非常入门的这个甜点哦。甜心草莓呢，非常适合拿来做料理或者是烘焙啦。重点是它本身单吃也是非常好吃哦，就是吃到整颗的口感，而且很酥脆的。别忘了我们今天的重头戏呢，是要直接下这个挑战书给两个妈妈级的 YouTube 下战帖。今天呢，阿公分享给大家的三道食谱啊，都是精心设计过。如果你是这个烘焙小白、料理小白，其实都可以简单上手。所以我觉得这两位 YouTuber 啊，一位是好味营养师品轩，另外一个绝代双 Q， 他们是毫无失败的可能哦。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究竟呢，娜娜可会不会是一个良师呢？我们就非常期待这两位 YouTuber 的作品。夜市甜点店每个礼拜四、每个礼拜天更新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啊，那个战机呢？我们的战机。战机已经对机。战机，这个是有什么不好的兆头吗？不是，这个战帖收得到吗？我们还是会发来跟他说的。